DJ Zelda Remix。好，你看我今年岁数小，但是我总结了，人这一生其实可短暂了。有时候一想，跟睡觉是一样一样的，眼睛一闭一睁，一天过去了哈。眼睛一闭不睁，这辈子就过去了哈。不差钱，有钱。好。哎呀妈呀，大人真敞亮，你太帅了。好。你是男服务员是吧？我说长得挺委婉。好。如果要鸡头白脸吃一顿得多少钱？这咋还吃急眼了呢？他在乡里等你呢。哎呀，乡里布置老隆重了，乡长书记都在那排队等你呢。雇一个大厅，完事弄一个大房间，给你弄一个大刀片、挂金剑，周围全是花呀。干啥了？吵着把火要狼撵了家。八碗，啥面呢？这么贵呀、啊？苏格兰打卤面。妈，没那上过呀。但是我没来，我要来了，你早就这么上了。这个地方不是老爷子，我要是面条不要钱，要面条了，你还？不、卤不要钱。啊，那你来碗卤子，先尝尝咸淡，行吗？来个招姐炖蘑菇，这个可以有，这个真没有。一个月炖过来也是大的，你留着你。你找谁？那你不找爹吗？不是，老百姓啊，都拿你等着，哥都哭了，等你。对不起，没有。四斤的龙虾一只。